手软的。今天请广播，请电视物语李朝伟、杜国昌记住日记无场地出赛。叫明天还有，我决定运动打完。大会广播，请各位选手注意，依防疫规定，非场上选手请全程佩戴口罩。请本会馆禁止携带任何食物及含糖饮料。Thank you.
拍照。阿弟拉他。你要吗？因为他是超主播。王玉飞、许佑嘉，请自第六。
三点三十六
他在天天在明明我看我手开始抖。我刚刚那我你那时候后面我录到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我从5:5开始。啊，没有，因为我是同时。发现四八快车1:55中央大学刘一强，我下学公交站台北车站，而且是服务的很好，对啊，他们也在。我觉得他们这种。抱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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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一下